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古今，今天我们要打这个55等的刺蟹首领啊，我是这一只啊，旋转的克鲁马，这只我都叫它乌龟王啊，因为它有一个乌龟壳哦，哦，整只就很像乌龟啊，所以我就叫它乌龟王。哦，然后这只是55等的，应该是我们大地图上面的那一只啊，类似啊，只是这只应该比较弱。等一下，我们就要打这只啊，15等的世界 BOSS， 这是他的一个掉落道具哦。好，我们不管15等啊，然后我目前已经进来了，等一下就等他开始了。开始喽！先找人组队啊，这个感觉很强哦，看到有人就把他组起来。BOSS 出来喽 ！Go go go！ 地狱实验体。按短不能打他。感觉很强哦，我还会直挖，是不是每只世界王都会吃货啊？哎哎，被吃化了。哇，这边还有范圣杰在那边扛欸，好猛的啊！哦，还有360度的范围攻击，还会打连续打两次，去打两次可能会嗝屁啊！刚刚还连续打三次欸。然后还有直线的一个冲击波，
很痛很痛。应该可以把它处理掉吧？哎、欸，那、啊、我们砍的那个哦还在，有正解法在扛啊，还 OK。乌龟王。普通这一拳，连续普通拳，嘣！哎呦哎呦，怎么跑出来了？喝水，喝水。很凶，很凶。哎、欸，又被冰夹啦！我冲啊！打很久哎、欸，我打七分钟了，成功，过关，打了七分钟，快八分钟哦，才把它处理掉。龟王，等着趴在那边，耶、yeah ！还没有跳舞，跳舞。好，有过关啊！好，这就是55等的世界王啊，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